董阿嬷，你是董阿嬷吼？呀、啊，嗯，啊，我代表慈济功德会，送这个补助金来，请阿嬷收下。那，哎呦，这，哎呦，真的是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对我数钱，还陪我拉呱拉呱，拉呱就是我们聊天哦，哎对，我聊天哦，聊天，哦，好，陪你聊天哈，哦，陪你聊天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哎呀，我是感觉讲吼，足歹势啦。阿嬷吼，一定有感受到你的心意啦。我连伊讲啥我拢听无。虽然讲吼，咱用耳仔听无，咱宁愿用目睭啊。啊，既然顾源就伫个咱的眼前，是安怎咱袂用目睭来斗相共？经过伊的动作、表情。来了解伊的意思，是。我把钱摕予阿嬷，看起来是有帮助到伊。啊，不过你在想什么？当干嘛呢？多好啊！当然嘛，不是安尼做多好啊。啊，不过你会当安怎做？有个应该爱安怎做？我啊，哎，什么啦？都卢学生啦！啊，我拄着卢学生的时阵哦，我都常常咧想哦，我应该安怎做？我阁会当做什么？啊，这毋是甲美智师姐问的问题，拢同款。嗯，有呢。啊，我之前哦。在关怀迄个詹连汉的时阵哦，我嘛是安尼。只要咱愿意吼，替伊想，问家己，会当做啥，安尼做，敢对，自然都会行出一条路来。只有因自立自强，才会当真正解决问题。因为咱无法度24小时陪伴因啦。张金台，张金台，张先生，张金台，真正无人呢？奇怪，啊，当时出去。这暗啊，外口搁咧落雨，伊那个走出去。我出去找看卖咧。走了多死啊！哎，这照你讲哦，是应该甲师姐通知一下咧。也不过今麦已经遐尼暗啊。秀燕，嘿，啊，这家伙是谁？
伊真有可能去什么所在啦？哈？唔知。诶、欸，小姐啊，你阁有真侪代志拢唔知影呀？阮过去所经过遐所有诶代志，若讲出来吼，恐惊会污染着你纯洁高尚诶心。好啦，我甲你讲啦。其实张景台吼，伊是一个角头啦。角头？嗯，过去叫做黑社会老大。大哥，救我！大哥，你听我讲，这是吼一挂子嘞，我即摆有要挡袂牢，拜托的。你我叫你心，不用。哎，大哥，你即摆是去报警吗？大哥，卖报警啊！拜托啊，大哥，拜托的啦。我今去食刀啊，哎，手机哦。你比较千万莫阁食毒啊！虽然张景台家己无目毒，想袂到食了啊，煞开始规身骨拢起疼，去病院检查煞拢找无出原因。伊讲这是报应，闪袂去的啦。伊有家，我捌听伊讲过啊。伊的母囝佮伊家庭的代志。啊？伊佮有囡仔？迄当时啊，伊带伊的兄弟啊，佮人抢地盘、拼输赢、赌性命的时阵，伊的家后啊，我倒来度迄个囡仔。免啦，上车啦。甲爸个角头相拍抢地盘，啊抢赢就去酒家庆祝，这都是张景台迄当中的生活。师傅，酒店闹代志，家己有啥物期待啦？你为什么要受伤？你即马是咧讲啥？啊！我做因老大有责任，总会咱甲你秘伫后壁吧？你敢袂看见？啊，知咧。老姑要生，你敢知影？伊感觉啊，家己这么拼命嘞，煞颠倒啊，搁厝内的人看袂起。刘建台就开始甲厝内的人愈来愈亲近。是这间。啊。还变安尼啦？哦，我喺厝顶拢放伊啊。刘建台伫外面心里哦，愈做愈大，到尾啊，啊归去啊，都无买啊，搁倒去厝诶。伫外面租厝，甲酒家女啊，啊大做伙啊。哎。水果果，嗯，那伊是安怎又搁会流落街头？后来啊，甲因某离婚，啊，出来三个囡仔，无一个愿意嫁。嗯，唉，这就是佚佗人的悲哀啦。也毋过我听讲哦，伊对待伊个细汉的。真好呢！我嘛会请师兄师姐吼来斗帮忙。我嘛四界甲斗找看卖咧。他的儿子。啊？啥？他的儿子要结婚了。啊，你哪知啊？喂！